叶寒，终于找到你了！当年叶家遭难，你爷爷为了护你周全不惜代价，可见他的苦心。这是你爷爷给你准备的1000亿，将来一定要为叶家报仇啊！叶家少主恕罪，老奴白振元来迟，今后白家众人任凭少主差遣，恭迎少主归位。快，病人粉碎性骨折，急需手术。叶寒早已车祸，已经晕过去了。如今你已学好了我所有的医术和功夫，世上再也没有你医不了的病。 战不胜的敌，现在你也应该下山去完成你和顾家的婚约了。师父，我从小无依无靠，是你把我养育到大，我不想离开师父。阿海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让你去做呢。一定要为叶家报仇，恭迎少主归位。 真是奇迹啊！伤是奇迹啊，伤这么重还能活过来，我要告诉主任，主任，主任，死不了就赶紧出院。今天是爸的生日，你要是敢忘，哎。 二位别着急走啊，这医药费还没付呢。拿。50万？不是，你们想中间想疯了吧？他的命值50万吗？不小心，这50万已经是友情价了。就他这种重伤患者，我敢说医生来了都不一定治得好。好大的口气！你们医院还想不想办了？算了。 现金还是微信还是发卡？哎呀，下去！啊！听见了吗？我说你下去，你不是有钱吗？自己打车去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拿不出个像样的礼物，你就马上收拾东西，给我滚出顾家！下去呀，打车去！ 快看看谁来了，这不是青城妹妹的宝贝女婿吗？压轴出场，好大的牌面啊！你怎么才来？礼物呢？叶寒，不是我说你吗？往年干爹生日，你就什么都没准备，今天不会还是一样吗？你吃干爹的啊，喝干爹的，还住在这儿，你不要脸！ 他们顾家还要脸，不劳你操心，我带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能带什么宝贝来。哼！哈哈哈哈！哎哎，你们看，哈哈，这哪儿捡的破树枝啊？这是，哈哈。你就拿个破树枝来糊弄我们吗？啊？ 顾家白养你了是不是？顾家家主是造的是什么孽呀、啊？摊上这么一个废物赘婿，可见这是他们顾家的脸了。叶寒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哼，干爹，不要跟这个废物动怒。哎呀，知道你喜欢古董，我特意找朋友带的，价值500万的明代青花瓷，嘿嘿，特来给您祝寿了。嘿嘿，不错，还是我杨二会来生呀、哎？你喜欢就好。
爹，那个古董是假的，我跟干爹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爸，这青花瓷我找专家鉴定过了，绝不可能有假。既然你说是真的，那让我来看看。<笑>行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废物能看出什么花来。 叶寒，我他妈杀了你！你见过哪个青花瓷是公家的？爸，我也是被骗了呀！算你小子有种！叶寒，你非让大家都下不来台是不是？就算刘阳他再不济，也比你送个树枝强上万倍吧！连你也不相信我吗？ 爷爷，爷爷，你坚持一下，救护车马上就到了啊！爷爷，爷爷，你干嘛？你爷爷情况很危险，或许我能救他。哥哥，你真的可以救我爷爷吗？请你救救他吧！爷爷，你这个骗子！ 我爷爷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让你下辈子在监狱里面过。是啊，爷爷，不许胡说，小伙子，现在你救我，我只是暂时治好你，你的情况很危险，毒气已经攻心，需要针灸拔毒。老爷爷，我有点急事儿，您先去医院，如果治不好，你再来找我。 感谢你救我，也不知道大厦高大的价。爷爷，这个，好的，老人家真不用。哥哥，你救了我爷爷，这个你就收下吧。拿着，谢谢。 谢谢。这什么生物啊，竟如此奇特！今天中午，帕米尔拍卖行成交了一束世间罕见的万年人参王，买家是东海退役老将军白振元，成交价格1亿2000万。叶海。 你就是故意来借此机会羞辱我顾家的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叶海，你在这个场合大闹一场，真是罪孽何在？你快来给爸道歉，要不然立马给我滚！滚！好啊，顾倾城，我们离婚吧。废物，你再说一次。你听好了，今天我叶海。 要跟你顾倾城离婚，这不是你一直所期望的吗？离婚？想，这么多年我们顾家给了你多少，想走可以，先把你欠顾家的债还清了。好，1亿的人参都吃了，想走，那就给顾家拉10亿的项目，不算过分吧？成功了。 就放你走，好，一言为定。到时候别哭着求着我留下。赶紧滚蛋！看这啥地方？是白家的客人来帮白老爷子治病的，就你还陌生人家神医呢？人家神医刚刚进去。吵什么吵？不知道爷爷要静养吗？哎，哥哥，你真的来了，走，让开。 叶海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们认识啊？太好了，这位院神医就是这位刘先生请来的，你们合力一定能将我爷的病治好。白小姐，你太天真了，这个家伙不过是顾家的赘婿罢了，根本不会什么医术。我会不会医术跟你没有关系。刘先生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爷爷在街上就是叶先生救的。
你们休要吵闹。慢着，你是要了白老将军的命吗？哪里来的黄口小儿，竟敢如此羞辱我？小勇，原来是你啊！岳先生，无怪。这位小勇医术高超，不在你之下呀。白老将军如此看重此人，我倒是要见识一下。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医术。住手！将毒素逼近心脉，难道你是想要白老爷子的性命吗？你看，我就说这个人就是个招摇撞骗的废物，怎么可能会什么医术？原来如此，将毒素逼近心脉，让毒素自相残杀，虽然心脉有损，但也可保住性命，真是妙了。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刘先生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意思我爷爷是死耗子？你也太不把我们白家当眼里吧。白小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刘先生，请你出去，我们白家不欢迎你这种人。宋柯，白将军已无大碍。不过岳先生说的没错，您肩脉受损，需要良药滋补才行。少有相救，恩情无以回报。哎，我们白家预备了一份薄礼，还希望小主不要嫌弃。这张卡里面有10亿，还请您收下。哎，这10亿我就不要了，能不能给我备一份10亿的合同？合同？对，我答应顾家说要给顾家一个10亿合同，帮帮忙。没问题，明天我就差人把合同送到顾家去。真的？那就谢谢白将军和白小姐了，大病初愈，先告辞了。且慢，小友留步，能否与老夫密示一叙？好，静儿也来。